到底是怎么跑的？我不知道。是不是你帮的忙？我对元帅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去帮助元帅的死敌呢？那钟立春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何和孙膑在一起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她是钟立秋的姐姐，你不会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要是不说，我杀了你。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。那钟离秋肯定知道，你把他叫来。他也不清楚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清楚？钟离春的事是从来不跟他讲的。这不是钟立春的事，这是孙膑的事。他喜欢过孙膑，孙膑的事他肯定知道。你把他叫来，我要当面问问他。正因为他喜欢过孙膑，所以他更不知道。如果他知道孙膑还活着，他还会嫁给我吗？你说的虽然有道理，但我还是要当面问他。庞军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是为了孙膑的事儿。孙膑他怎么了？孙膑打败了庞军。那太好了，我早就说过孙先生是能成大事的人。你别高兴得太早。你姐姐逃到齐国的事儿，庞涓已经知道了，而且现在正在追查帮助孙膑逃走的人。你就说是我放走的，要杀让他杀我好了，与你们没关系。他要杀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满门杀尽。我在魏国也没亲人，满门杀尽我不怕。那我呢？我不是你的亲人。你可以逃走，逃到齐国。不，我不会把你丢下不管。我一个人死就够了，我不想牵连你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你要是死了，我还能活吗？那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怎么对庞涓说。你可能已经听说了，
孙膑还活着，而且当了齐国的军师，你一定很高兴吧？不，不高兴。你为何不高兴啊？我恨他，他欺骗了我。你指什么？我不在乎他的腿，也不在乎他的地位，我答应嫁给他，可他欺骗了我，他装疯卖傻，逃之夭夭，把我一个人留在魏国。他是怕我杀他，才装疯卖傻逃离魏国的。元帅不会杀他，要不他早就不在人世了。那你说他为何要逃走呢？他看中了我的姐姐，他为了抛弃我，他们才双双逃走。我恨他，恨我姐姐，我恨你们所有的人，我恨你们欺骗了我。小女姑娘，你别哭了，你回家去吧。孙膑，我会抓住你的。庞元帅，你有什么办法让三国出兵共同对付齐国呀？大王答应韩国归还他的城池，答应燕国分享赵国的土地，答应楚国与之结盟共同对付秦国，他们就会出兵。寡人可以答应楚国与之结盟，也可以答应燕国分享赵国的土地，唯独将城池还给韩国，寡人不能答应，那是寡人的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果实。大王，齐国灭亡，大王便无后顾之忧。微臣率兵讨伐韩国，大王得到的不是几座城池，而是整个韩国。庞元帅，即使有三国相助，也不要轻视孙膑，他的才能在你之上啊。大王，这一次你听寡人把话说完。是。庞元帅，你和孙膑之间的恩恩怨怨，寡人多少看出些眉目。寡人之所以没有点破，而且事事依你，是因为你是魏国人，他是齐国人。寡人希望你不要辜负寡人。微臣绝不会辜负大王，不打败孙膑，庞涓誓不为人。不是打败孙膑，而是打败齐国，打败所有的国家。微臣明白。听说已经失掉了四座边城了。失掉几座边城还是小事，庞涓之事是要灭亡齐国。庞涓不是孙膑的对手，围魏救赵，孙膑曾打败过庞涓，那是侥幸。参见大王。免礼，坐吧。邹相国，田忌与孙膑怎么没来啊？可能还在路上吧。你们都听说了，魏韩楚燕四国军队进犯我国，四座边城失陷，形势非常严峻。各位大夫，你们说如何是好啊？怎么都不说话？你们都是寡人的谋士贤臣，大敌当前，应当替寡人出谋划策。
一个个怎么都不开口说话？大王，微臣和军师走得急切，未能换上朝服，请大王恕罪。大敌当前，以后前方将军面见寡人，可以不换朝服，请起吧。谢大王。田将军，孙军师，你们有何退敌良策？军师，你说吧。大王，我和田将军商议，我们决定分而治之。如何分而治之？楚国出兵的目的，是因为魏国答应与之结盟，共同对付秦国。大王可以答应与楚国结盟修好。韩国出兵，是因为魏国答应把占有的城池还给韩国。大王可派使者晓之以理，告诉韩国，齐国若亡，魏国将无后顾之忧，他们得到的城池会得而复失。燕国出兵，是要得到赵国的土地，大王可将赵国送给大王的土地让给燕国。这样三国的目的达到，自会撤军回国。三国撤军，庞涓孤掌难鸣，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伐交。若伐交不成呢？那就只好放弃临淄。放弃临淄？这怎么可以啊？安静，听孙军师把话说完。大王，楚、韩、燕三国进犯我国，各有其目的。他们一旦占有临淄，魏国将会如约履行他的诺言，三国目的达到，自会撤出军队。我们主动放弃临淄，兵力不伤，实力不损，魏军轻易得到临淄，将会骄傲轻敌，骄兵必败。到那时，我们再伺机反攻，夺回临淄，收复失地。大王，孙膑的主意万不可行。临淄有齐国的宗庙，若放弃临淄，齐国将不存了。当年楚国都城被吴国攻克，楚国并未灭亡，而后来亡国的却是吴国。大王，放弃临淄，临淄的百姓将遭受涂炭。如果大王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，必然会失去百姓的信任。大王万万不可这么做呀。大王，我们留给庞涓的将是一座空城，不但没有百姓，更没有粮食，庞涓无法久留。大王，不论是空城还是实城，临淄都是齐国的都城，把临淄让给敌人，就是出卖齐国。如果不放弃临淄，必有一场血战，敌众我寡，胜数极微。临淄一旦失陷，军队必遭重创，数年之内无力再夺回临淄。放弃临淄，正是为了保护齐国，怎么会是出卖齐国呢？齐国乃东方大国，若不战而退，岂不让天下耻笑？我们宁可战死，也不能让敌人吓死。大王，万万不可放弃临淄呢！大王，大王，万万不可放弃临淄！安静。邹相国，你有何良策？臣还没有想好。你们呢？谁有退敌良策？既然没有，就听寡人的。伐交之策，寡人赞同；放弃临淄，就是放弃寡人的社稷，寡人绝不赞同。大王，强敌面前不可逞强啊。寡人主意已定，若有人再言放弃临淄，按通敌论罪。
大将军，军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嗨，别提了，楚国大将军就是不答应，他说齐国将亡，结盟是句空话。你没对他说，齐国若灭，魏国将在中原称霸吗？哎，我说了，他不听啊。他说齐国灭亡对楚国没坏处，起码可以分到齐国的一大块土地。哼，这种鼠目寸光的人，根本不配做大将军。秦华，你再去一趟楚营，告诉楚国大将军，就说齐国绝不让他得到一寸土地。秦先生，说实话吧，别让大将军着急了。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哼，如果楚国不同意，你能这么快回来吗？嗯？唉，还是军师有眼力啊。哎，楚国到底答应了没有啊？这还用问吗？答应了。哼，楚国人呢？好啊，好你个秦华！哎呦，秦先生，秦华，秦先生，秦华，你怎么了？秦华，哎呀，你不知道他还开玩笑，怎么还打他呢？哎呀，我不是打他，我是高兴。谁想到他这么不禁打？来人，快把医师请来。是。你醒醒啊！不用请了。孙先生，怎么样？终于把你骗了吧？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骗来骗去的？孙先生不是常说兵以诈立吗？我啊，就是要试试他这句话灵不灵。行啊，孙先生，你啊，句句话都灵。有你在，庞涓的阴谋不会得逞。嗯。奸细还听到了什么？楚国将军们告诉自己的士兵，兵临临淄城下是为了应付魏国，绝不与齐军交战。哼，等灭了齐国，下一个就是楚国。我估计孙膑的人也在游说韩军与燕军，他想孤立我们。元帅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还是早些进攻临淄，否则的话，等孙膑的说客一旦说动了韩国与燕国的将军，咱们可就孤掌难鸣了。我打算撤军。撤军？齐国败势已定，元帅为何要撤军呢？撤军是有条件的，齐国必须交出孙膑，等交出孙膑，我再挥师东进。齐国能答应？能，他们一定答应。寡人找你们来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庞涓主动提出撤军，条件是三日之内交出魏国要犯孙膑。你们说，此事该如何处置啊？大王，这很可能是庞涓的阴谋。孙膑不在，临淄难保。即使孙膑在，他也没把握保住临淄。你有什么根据说孙膑没有把握？他如果有把握，就不会提出放弃临淄。孙膑当时说，如果伐交不成，才放弃临淄。如今伐交之策初见成果，楚国已答应不与齐国交兵，韩国和燕国也有此意。就凭庞涓的一国之君，孙膑不但能守住临淄，还能击溃庞涓的军队。如果楚国变卦呢？哼，这不可能。两军对垒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。作为大将军，必须做好各种准备。即使楚国变卦，孙膑也能守住临淄。那他为何主张撤离临淄呢？孙膑他说得明白，是为了保存实力，最终战胜敌人。你只是说了一个方面，从另外一个方面说，孙膑对坚守临淄没有把握。如果他有把握，就不会冒放弃宗庙百姓之罪名而撤离临淄。既然他没有把握保卫大王与临淄的百姓的性命，我们就应该另想别的办法。
庞涓要我们交出孙膑是有阴谋，但只要交出孙膑，庞涓就没有理由留住其他三国的军队，三国撤军，庞涓就难以攻克临淄。到那时候，他不想撤，也得撤。有道理。大王，万万不可交出孙膑。孙膑在，庞涓不敢小视齐国；孙膑不在，庞涓把齐国玩于掌骨之上啊！田将军也太妄自菲薄了吧？有你田将军，还有田国等能征善战的将军，庞涓是奈何不了齐国的。哼，我这个大将军不称职，要不然你邹相国就不会三番五次的上奏大王，要求大王罢免我了。可大王并没有罢免你，这说明大王是信任你的。大王不会让一个庸才占据大将军的位置。与你比，我不是庸才；与孙膑比，我是庸才。田将军、邹相国，你们都是寡人的重臣，为了一个孙膑，不要相互贬低嘛。是大王。大王，我可没有贬低相国，我是为了留住孙膑。留住孙膑，齐国将转危为安。大王，交出孙膑，齐国才能转危为安。大王，不要争辩了。寡人知道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你们虽然各有各的打算，但寡人希望大敌当前，以国家为重。所以寡人决定答应庞涓，三日之内交出孙膑。大王，万万不可呀！寡人这是缓兵之计，三日之内孙膑必须让楚、韩、燕三国退兵，否则寡人将按期交出孙膑。大王，三天的时间怕是难以让三国退兵啊。孙膑既然是足智多谋，三日之内就应该退兵。如果不能退兵，寡人留他何用？三天的期限已经过去两天了，可齐国那边还是没有答复。他们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？他们的阴谋就是说服楚国、韩国、燕国撤军。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已经落空了，韩燕两国已向我表示，不攻克临淄，绝不撤军。韩燕不撤军，楚国就不便撤军。那我们好了，公孙先生，喝酒吧。孙膑现在是无路可走了。没想到会是这样，孙先生，我对不起你了。别这么说，这不怪你，只能说庞涓这计用得太好了。为什么把孙膑交给庞涓？为什么？周玉春，这不怪田将军，这是大王的决定。我去找大王。别胡闹。我问问大王，为什么要把你交给庞涓？这不怪大王，怪我没有本事让三国撤军。我要告诉大王，即使三国不撤军，你也能打败庞涓。已经决定了，不能改变。那我们走，离开这个忘恩负义的齐国。我走了，田将军怎么向大王交代？齐国会有更大的麻烦。孙先生，你为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，齐国还要把你送给你的敌人，你还为齐国想这么多干什么？走，我们走。孙先生，齐国对不起你，你走吧。如果我走了，将军怎么办？齐国怎么办？把你交给庞涓，齐国照样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大将军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办。怎么办？杀进宫去，把主张交出军师的昏君庸臣全部杀掉。混账！你知道吗？
你这句话如果让外人听见，你的妻儿老小将要为你而丧命啊！我明白得很，若把军师交出，齐国必亡。齐国若亡，我的妻儿老小的命也将难保。如其国亡家灭，不如家灭国不亡。我情愿全家被杀，也要让孙先生留在齐国，留在军中。我们也是。我们已经盟誓，用我们与家人的生命留住孙先生。让我再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看，军师不会有办法了，就是神仙来了也没用。你急什么？会想出办法的。孙先生，是不是有意拖延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孙先生，是不愿连累将军与我们在座的人，他想稳住我们。拖至最后实现以身殉义啊，我们不能让他这样。哎，别急嘛，这也是我的估计。哎，大概也许军师有了。哦，先生，有主意了。先生，什么主意？快说给我们听听。擒贼擒王。捉庞涓。对。如何捉法？答应庞涓，如期把我交给他，但他必须当着三国大将军的面接纳我。到那天，找两个勇猛无比、视死如归的将军押解我，把我交给庞涓，请他验明正身，然后趁机擒住他，以死相逼，让他当着三国的面答应撤军。经过多日游说，三国已有撤军之心，之所以没有付之于行动，是因为没有体面的机会。如果庞涓答应撤军了，他们就会堂而皇之地离开齐国，庞涓也无脸面待下去，齐国之难就会迎刃而解。好计，好计啊！不行，此计太危险了，万一失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孙先生，大将军说得对啊，万一失手，满盘皆覆，你还有没有别的计策？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计策。正因为太冒险，庞涓才意想不到。正如孙子说的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这也许是最保险的计策。孙先生，能不能找一个人装扮成你，就像上次你逃离魏国那样呢？不行，上次是因为庞涓没有想到我们才得以蒙混过关，这次他早有提防。
再加上我们同窗三年，他对我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熟悉。如果他看破，那才叫满盘皆输呢。大将军，不要再犹豫了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真为你担心呐。大将军，你应该相信我，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。所有的步骤，包括押解我的人，我都考虑好了。决定吧。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大王。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呀！呀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们要见庞元帅，递交寡君之书。把剑留下。庞元帅，寡君同意交出孙膑。这是寡君的要求。齐王的要求太多了吧？不多，这些要求也不如一个孙膑重要。看来你们交出孙膑很不情愿呀。为了齐国，不情愿也得情愿了。嗯，好，回去告诉齐王，其他要求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是要放弃已经占领的齐国边城，我不能接受。庞元帅，寡君说了，有一个要求不接受，我们就不交出孙膑。好，我接受。请庞元帅通告其他三国大将军，我们明天按时按地交人。好，本元帅将按时按地恭候孙膑的到来。告辞了。孙先生。田将军，怎么样？行，像个将军。我看也行，孙先生，你说呢？我看不行。何处不行？哼，他再装也难以骗过庞涓，万一被庞涓认出来，孙先生性命休矣。还是我去吧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庞涓跟我不熟悉，我装扮成这样，谁能知道我是个女的？万一认出来呢？不会有万一的。如果呢？不会有的。方才我都没认出来嘛。我也没认出来。秦先生，你就别争了，他去比你合适。你们这是不相信我？不是不相信你，是为了更有把握。他的剑术比你高得多。秦先生，咱别争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钟离姑娘，这次不比一般的单打独斗，这是在敌军重围中虎口拔牙，你可千万要小心。我知道。
站住，把孙斌交给我们吧。大将军有令，我们必须亲自把孙膑交给庞元帅，等庞元帅验明正身，我们才可以回去复命。叫他们上来吧，把兵器留下。好，请庞元帅验明孙膑正身。是师兄吧？为兄会有假吗？哼，你不是常说兵以诈立吗？这可不能马虎啊。我就杀死庞涓。你们杀了我，一个也活不成。我们本来也没想活，尤其是我，与其被你杀死，不如先杀死你，然后再被别人杀死。如果你要不想死，必须要先答应我们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四国军队必须立刻撤军；第二，还我边城；第三，永远不许再进犯齐国。你答不答应？庞涓，你不是很想成大器吗？如今大器不成就死在我们手里，岂不可惜了？铁将军，动手吧。好，我答应。擒贼擒王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八计，意思是摧毁敌方主力，抓住敌方的首领，就可以瓦解敌方的整体力量。孙膑用此计迫使庞涓退兵，使齐国暂时脱离危难。庞涓受此大辱，肯定要报复孙膑。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，以逸待劳。写在你的心里。
Yeah.